志告诉您蔬食大小事，在这个农场里啊，让您从产地到餐桌可以亲手采自己做，体会蔬果好生活。今天翁国志老师要教大家番茄如何烹调才不会口感软烂的小撇步，千万别错过咯。大厨寻猫星啊，要前进有机市集，带大家寻找美味健康的好食材。